三天皇夫妇的车队浩浩荡荡抵达伊势神宫，这趟旅程还带着被视为天皇正统象征的三神器。根据日本宫内厅的消息指出，这是天皇用来向祖先报告退位仪式。伊势神宫供奉的是太阳神天照大神，这是传说中日皇的祖先。 另外，明天这个周末。